我们城阳八寨是八个寨组成的，我们现在进入的第一个寨子呢叫做马鞍寨。哎，那个好可爱啊，很漂亮哦。哇，这是什么手工的？牛奶。看一下我们手工艺产品，这个是我们侗族的吉祥花，是非遗项目的衍生产品。哇，好好看啊，好精致啊。你有耳洞吗？会啊，好几个。你要不试试？对，可以试吗？可以试吗？可以试一下，可以试试的。好看，好看啊，你属于这里，真的。我属于这里。我没钱啊，哥，我带完了，咋谁有钱？多少钱？你新哥有钱，王瑞新名字里就有三个金。买个单，快点。你没有啊？我只有节目组的手机。你真的是啊？你这个人就是拿东西快，给钱慢。先送了再说。我一会儿斩你个。不用，哎呀，反正你嫂子也不会吃醋。哎，我没有，你没有嫂子。嫂子谁？快点。来，我们这边坐电瓶车下去啊。这个是马鞍寨，它是每个寨都有一个鼓楼。我在寨子里的话，一定很有威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常年是个寨主。I'm sorry, it's a little bit cold. 妹妹冷了，妹妹。是不是没有了哥哥的外套，失去了一些温暖？也不是。来，咱们这个火塘文化的体验点到了啊！走，哇，嚯嚯。这边入座啊。哦，还有粽子，是的，这边桌面上的话呢，都是我们三江全阳八寨这边的特色小吃，我们侗族的粽子、腊肉，还有牛肉干之类的。哇，这牛肉干很好吃，很贵的。现在美女吃的那个是我们的阿叶粑粑。阿叶粑粑，哎，占我便宜。我们侗族这边，我们喝油茶一定要喝四碗。四碗？对，一个人喝四碗。最少四碗啊，一个人。啊？是拿这种碟喝的对吧？这个碗。呀，这么大。这么大一个碗啊？不大，这个不算大，还有更大的碗。我哥拿这个，这个医疗问题没有。四道油茶，我们是这样子的：一空、二圆、三方、四甜。空，我们就是意思就是说，带着一个空杯的心情来品尝我们侗族油茶的香味。第二碗的话呢，就是放水圆，圆圆满满的一个意思。哦，圆满的圆。哦，对。第三就是方，我们用糯米糍粑来做方的。侗族人呐、啊，做人一定要方方正正、公平公正。哦，第四碗的话甜，就是甜甜美美幸福的生活、oh. 这样的一个意思。这个是油是吧？现在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茶籽油。茶籽油。哦，对。那会很油吗？待会就不油了。哦。茶叶的话呢，有解油的这种。哦、oh. oh, ，对。喝吧，我们肯定比它油一些。哇，现炒哦。哦，对，打油茶也算是炒油茶。侗族非常热情好客，我们会不断的给客人添加油茶。哦，但是有一个动作可以让我们停止给你们添加油茶，大家想一下，这样子吗？不是，它是跟筷子有关。哦，撂筷，或者拿筷子这样，啊，行了。那个是不够，再加。哦，是把筷子摆在上面呀？是的，摆在碗上，而且还要看你怎么摆，横着摆，应该是平行放在碗的中间。对，啊、哦。我们侗族还有八大怪，八大怪就是贵客拦在寨门外，第二怪的话呢，就油茶待客单折筷，一根筷子。哦，就放一根筷子。对，是的。哦，就是我们主家人对客人来到我家是一心一意。
哦，一心一意。而且还有一个的话呢，是我们侗族的习俗，像我没结婚的时候啊，那我看上哪个帅哥啊，我就会放一根筷子，就是提醒他，你以后啊要对我啊一定要一心一意。哦，提醒大家一定要对自己的爱人啊、老婆啊，要一心一意啊。这个好，这个好。爱情里。哇，这里还有这些巷子和街道哈、哦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叫做麒麟巷，就类似小吃街那种。对对，我感觉进来以后变成了另外一副天地的感觉，就是。原来。可以品尝一下这个。来，我来，谢谢您，谢谢您。这是油茶吗？红糖姜茶。啊、哦，我要。嗯，好喝。哇，这个也太好了吧，这个。这菜呢很好吃，嗯，全部是土猪打的腊肉，走吧。哦，这个是木锤酥。哦，哎，对对对，可以品尝一下木锤酥。哦，好好吃，好好吃，再来一块，好好吃，谢谢谢谢。嗨。帅哥拉汉，拉汉，美女呢叫做贝肯啊，贝肯，贝肯，啊贝肯，哥，贝肯，对着我叫一句，贝肯，啊哥，拉汉，大哥表示否定怎么说？不是，官兵一当，官兵贝肯，敬柴财。刚才是您给我们介绍的是吧？对。哎，您好，我就想问点咱们这个信息啊。好的。因为我就是咱们这个模特队是84年成立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都是当时模特当时那个服装厂里面的女工。好。就今天的这个走秀，就是主要是由你们来负责了，我呢只是做一个场外的主持人，哎，辅助大家。之前听说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这段时间，当时建立起来的。有没有你们什么特别骄傲的，就是可以拿出来吹一吹吗？不是，说一说吗？我们就是从零开始啊，然后就集中这些姐妹在1000多2000人之中选出来。哦，那么多人选出来。对。那你们也是像有一个海选一样经过比赛才产出来的哈。厉害。是。那几位姐姐有没有为此专门去过一些比如说形体啊训练啊，然后那时候是没有，都是在课时啊车间啊从那些地方抽出来啊，都是自己培训专业培训，自己培训自己。对，自学能力挺强嘛。当年的风采。不是当年，现在依旧风采依旧呀。看您几位真的状态保持得非常好，也不会有什么年龄的困扰和焦虑吧？没有。你看看，所以说那工作又好，然后又有这个好的兴趣爱好，心态好，就越来越年轻，风采依旧是吧？